走进名家，欣赏名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段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钱慧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和他所创立的陆派艺术。说到陆老师的陆派，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早年与袁雪峰老师合作，有闪电小生之称的著名小生马张花。陆老师的唱腔和表演受马张花老师的影响非常大，他在继承马张花老师的唱法技巧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特长演化发展，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陆派。小生正用表示关照，弟弟正先过去三遍种子，母亲长子高举望夫，母本闭门用唱共同，苦恨这念送老生。上天荒就一分，是我无教是实者往上平行产业，就将我无傍往西郊展示，并将我门门抄斩，是我改为掌心逃亡去母舅家住，不料陆羽也没请官孙失去，母将小生当作小妻做子孙唱，那也没请见吾生拼出众，强迫吾做他命令机子，待往京都传拜念书，那老者见吾才貌双全，就将生于年难真终身许与吾为妻呀。唉，吾为无求未报，岂能与你见识子女成亲唐夫索夫是陆锦花老师继承并有所发展的一个传统剧目。
在盘夫译者中，陆锦花老师通过眼神水袖的细微变化来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特别是唱到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直面不至心时，那一转身一举袖一抬腿匆匆下楼，将内紧外松的人物内心演绎到了极致。贵子请来这里，请坐。你不生我早就坐了。叫你相公，那么你得唤称我一声小姐，至少你将来有了功名，我啥是称呼你老爷，那么你也得唤称我一声夫人。嗯，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会没有了吗？真正岂有此理。常言道，有理非为师，娘子前来见。好一个有理非娘子，来来来，中间有理。听着，听着。女子她飘香，千木上流，究竟为啥无事？问人，你曾说王之人？谁数王没读书啊？读书难道是要你念用功我？你可知数尽原谅此故？他到底是故人来了？啊，贵人啊！
啥何事？坏人，我替你重回慈眉不还。不知道坏人，你是为了何事？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是？我的心事有谁知？别人的心事我不知，本人的心事我俩身上的少带得你官人上面子，十里红妆到你们胜利神话谁不知，莫不是你因我难争勇马去去哭用眼冷，不放你娘子眉毛塞心事，
母女两条心哦，我到荒田吃拔草，才知殊途白黄金，兰真对我是真心意，我岂能与他一片心。在盘夫一者中，陆老师唱作并重，扮演的郑荣单纯机灵，爱憎分明，十分可爱。陆派风味浓厚的郑荣形象是内紧外松的。娘子啊，娘子，文生啊，文生啊，兰正啊，兰正。你几次要问问我的心事，小生不生，你哪里会知道？为妻不孝，我只得别人请教你啊。恩正了朝中臣君臣，君臣常年荒走奔，占了我贤家一门啊门，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处奔，举目不见一亲可怜我生前不敢上神坛，被人暗器来钻进，蛟龙竟被千岁困，满腹怨恨。
怪他人人不肯不真人，可怜他自家可归少亲人，好还人啊，你休别离，你莫伤心，你亲人还与我念啊却在我心太凶，你为斩草更一日，偏偏逃出我阵容，小生杀在林庸子，凭着你见人老女送，人终生许配我，你要靠本子难上来，小生杀有出头者，定将你父子一一斩。我听此言来心惊胆寒，他要斩我你我难真做人好为难，老弟弟你做将人我就只能认命，只愿家在我、哦、弟弟啊，并非女儿不孝人，只怪你做人心太急，哪里接着你
锦花老师将人物行动与内心的涤荡起伏牢牢把握，在精心设计中使唱腔与表演一气呵成，既细腻自然又富有舒卷气。娘子，娘子啊，你我到底是父母，你杀到瓦当去禀告，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娘子啊，夫妻总有夫妻情，外貌娘子来找是不娘子，金白冤家来多难过，我杀救了父亲与祖母，我难救年年的亲丈夫。娘家生死要我定，那年王好比我难真来做。
满腔愤怒从中我不免进来窥探一番，这找得一醉平真，只有以后与我弟弟报仇雪恨。你宋朝有没有翻新，居民停在楼中坟，从此不在母亲进去，找得平真以后与弟弟报仇。表本楼一折，陆锦花将其剖解成五个层次分明的段落，层层递进。从一开始的肩颈抒怀，到后面的睹物思人，正是步步紧扣，层层推进，在最后达到高潮。将人物的偶然误入表本楼，到后来的有心寻找罪证的行动逻辑，自然流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把弦停，性命重敌，损失力战，我本是不平的女生，是我欲把心里无方娘子神经，千万去找东家门，不到上楼去求生子。
哎，不咋被人遇见，人家只知道母子念不的心不义，哪里会知道母子真？聊也无妨哦，我本是你父亲贵人，若无谁有几谬子，那子母女就报就是我放他单子上楼去。九轮的历代王金千两才断八匹，今先官府大臣不忘小男，故有好友的历代自己念诵老子的吞论，臣请这次上海关中兵九轮神马武全部都是你将功之人，我想那九轮失去上帝利益三秀，至今老子就了他的贿赂，竟保就去他来了。念宋啊，老子，你这样弄冤枉法，好不凌晨痛恨。我不免将此礼单收藏起来，再有一好作为一副笔身。圣王圣后接受真秀，咱大爷是下眼睛主张。哎呀呀，我想那下他死一直被那老者赎回。圣王圣后接受真秀，咱上眼终是真心。所夫译者对于几句语言平直难以发挥流派特色的交代性唱词，陆锦花老师采用了叙述性的旋律，委婉的陈述中包含着几分俏皮，唱来余韵不尽，婉转动人，非常符合角色
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性格，这正是演员功力和才华所在。找不到花园与门口，无意中走进一欣赏了陆锦花老师主演的《盘夫索夫》，接下来请大家来看一段珍贵的资料。1980年，上海越剧院赴香港演出，陆锦花与周宝奎两位艺术家为香港的观众带去了《珍珠塔前建姑》一折。舞台上，陆锦花饰演的方清表现出的人物性格，既委曲求全，又忍气吞声，层次分明又真实可信，给香港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姑娘啊，
月台来世应死去，生来是月郎修身造凡尘，得到下呀结草根。你家这姑娘风中的那个有风家呢，那你要嫁多少嘞？姑娘不多，把您三把两。这四十度开去了，您只用分的一天去了就是三百两，三百两您是家去他啥个用干啊？你呀一把两做如意，一把两做一把两我真正啊迎上他去了，这用上已经怕得零零松松的，这可怕不得我放下高度的姿态，被拔得了个我太辛苦。阿青啊，咱们好商量的，你这个听觉啊，姑娘可以商量商量。咱们三百两银子给不啦？绰绰有余啊！咱们阿青啊，这请柬归请柬啊，咱们银子归银子，这今朝假期了，啥个辰光来玩呢？但等小孩功名成就，立即奔礼不完。那一公两公，一公到啥地方去？哦，自家姑娘家中的，还要没弄那礼的啊？好，小子失言了。咱们阿青啊，侬讲。成就立即归还，这么要是没功名呢？那功名两个字啦，那个和尚三十四的伢的路，嘎点多嘞。姑娘们。忙无言，害我把药找人去，就一陪到教室啊里，这代一代不用去，今天不要上那亲戚。当一道功名真是名利定，当一功名是王弟弟，姑娘谁与谁得意，怕不怕抢去功名皇帝心，姑娘啊求得跳舞表欢喜，肯受苦要离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遇的事，无帮手无帮亲，啊苦心事业苦心恩负，我比苦心比苦心，农分子离不公子再相遇，不暖虚不家子民，恰为我要落难正当时，风沙地雷越当兵，姑娘啊世上历经千年苦，人间哪有百年贫，就像我自尽落难正当时，只有金鞍马，何往啊人。
段珍贵的陆派珍珠塔一定使大家意犹未尽吧。在下集节目中，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陆锦花和他的陆派艺术。观众朋友们，再见。不念一把两刀陆飞宁，一把两刀恩家良，一把两不争争营帐。